哎呦我的妈！陈二哈睡大觉时，用针管往他嘴里打柠檬水，傻狗会是啥反应？马桶正在睡大觉啊，你看他睡得很销魂，这四仰八叉的姿势啊，一看就是很美，很有安全感，太安逸了。看到马桶这么安逸，我们心里怎么能过得去呢？对不对？马桶不封，大黑就得封，大黑和马桶必须封一个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趁着马桶在熟睡，咱去整蛊一下它，搞一个柠檬，整袋柠檬水，然后用针管给它打嘴里面，给它补一补 VC 啊，看看马桶会是啥反应，好不好？我们是给它补 VC 的，它在这睡大觉，安安在旁边看热闹。安安，你等着一会儿有大热闹看啊。准备个柠檬，准备个针管，我们再来一个现场人工榨汁啊。把极好的柠檬汁吸到针管里面。马桶刚才睡得还挺沉的，这会儿居然睁开眼睛了。不过我们不怕啊，照样是趁其不备啊，打个针，打个针好不好？打个针。哎呀呀哎呀呀，和那个恰恰，补充一下维 C。 我跟你说马桶这个东西虽然不好吃呀，它有点酸，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好东西，补充维 C 真的补维 C 啊。马桶马桶马桶说不要了，维 C 马桶不补了不补了，要补你自己补吧，你补吧。